重视案件。政治，我很重视。OK，我很看嗯。重什么什么事情？If I have regard，我们记得有一个什么 regard，我们学过一个 disregard，有没有记得学过 disregard？OK，regard，有过。okay，regard 这个字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regard，OK，、okay? 好，还有一个 disregard，有没有学过？Disregard，disregard，Disregard，right，okay。所以，if I have this regard，如果 if I have regarded，我们这边是 regarded，okay。Regarded 就是说很重视一个什么事情。Disregard，哎，对了，你刚刚说要跟我借500块钱的事情，哦，just disregard that，就是不用管那个问题了。我现在500块已经跟 Naomi 借到了，我不用跟你借了。Disregard，所以 disregard 就是不管那个事情了。OK，不管这个事，所以在这个句子里头，你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经文里面的。OK，所以有一个 regard disregard，OK，if、okay? I have regarded a son，OK，、okay? 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假如我曾经 OK，假如我看到这个比如说我很重视，我很看重太阳在它的这个光环之中，光芒四射的样子啊，或者是呢，regarded 的这个地方呢，我或者是我很重视这个，很看重这个月亮，月亮是怎么样？moving，月亮在移动，移动在，只能在天空中移动了，是不是？In splendor 是什么意思？splendor 是光辉，什么东西光辉？OK，所以如果在它的光辉之中，在那里运动之中，假如我很看重这些东西的话，OK，我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特别看重，我特别喜欢太阳，然后特别对于就是对什么东西是很光辉的，很光辉灿烂的，我那么看重它的话